哎，我跟你说哎，今天张北生的女儿来找姚志明了，他说他是他的女朋友哎，哎，原来姚志明有女朋友了。还是张培生的女儿，太巧了。啊，女朋友，是姚志明这么跟你说的吗？啊，姚志明没说，他不承认，他说他只是个妹妹。可是这个女孩啊，太主动了。哎呀，现在的女孩子胆子真大，你要学学人家啊。嗯，看准了就上，不对。看准了就抓住啊，稳准狠，该出手势就出手，知道吧？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那我先上去了啊。嗯。喂，环保。毛毛，睡了吗？我想跟你聊会儿天。没事呢，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什么事儿 啊？没什么，就是随便聊聊。嗯，是这样的啊，我呢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跟我装了，就是你自己说吧。行了，对，就是我。是这样的，这个姚志明他之前在国外是一个女孩的监护人，现在这个女孩呢回国了，然后今天这个女孩来到我们家了，见到了我妈，她跟我妈说她是姚志明的女朋友，但是呢姚志明有跟我解释说这个女孩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他们以前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他的妹妹。可就真够复杂的了啊！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男人只要说是妹妹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而且你不要相信他的话，得看行动的。是挺复杂的哈。哎，不是吧，白春花，你可别再轻易往爱情的坑里跳了，保持冷静啊！我知道我会。什么？我才没有呢！我白春花是个事业女性，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。啊，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那你睡觉吧，挂了。妹妹吗？河东，河东，躲着我是吧？美女，你谁啊？我是河东女朋友。妹妹，我的天哪！你怎么上这儿来找我来了？天哪！我妹妹长得漂亮吗？能去帮她要点喝的吗？牛奶，她最近在长身体呢。你怎么上这儿来找我了啊？我怎么躲你躲不开了呢？我打你电话打不通，我当然要在这儿堵你了。我这不在这儿忙着呢吗？别跟我废话，姚志明最近不对劲呀，他之前都是独来独往的，为什么最近跟一家子莫名其妙的人住在一起？你们两个人有秘密瞒着我。哎，你很了解我的，我这个人公私分得很开的，他的也私事儿我不在乎好吗？你都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了，你会不知道？你少来呀，说。你让我说什么？我真不知道啊。那我去跟美女聊聊去。算了，跟我聊吧。请问，麦春花是谁？我们等一下到光明村去吃早饭，吃了早饭以后到武康路去。哎呦，那个房子好漂亮，很多人去的啊。哦，那儿有很多名人故居，是吧？都是。哎，秋秋别乱跑啊，小心。吃饭的时候。这些老建筑挺有质感的，很复古，也挺有味道。外面的草坪也大，要不咱们就选这里边。行，先加到咱们酒店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谁家的孩子有人管？不是，我们家的。
怎么了？长你裙子脏了，你看见吗？至于吗？那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两个大人凶一个小孩子啊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裙子脏了，你看见吗？长不长你？至于吗？那孩子，你看。算了算了，熊孩子的背后都是熊家长，根本讲不通。你说谁熊孩子？说谁熊家长呢？说你们怎么了？道歉。道歉是吧？我现在打电话报警。哎，不是，不要报警，不要报警。哎，有话好说的嘛，小芳少说两句，你别影响欢欢他们酒店生意。阿玉呀，那球球可是咱家大宝贝，哎，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他呀？是啊，谁欺负谁呀？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？谁不讲道理了？多大的人了？是谁欺负谁？就是姚旭磊，少说这些。不好意思，先生女士，我是新安里的经理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？春花，你来了正好。别说了，哎，刚刚就这个小孩把我裙子弄成这样了，他们还让我们道歉，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？这什么酒店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女士，给您造成困扰，我们十分抱歉。这样，您衣服的干洗费我们酒店帮您承担，还有今日的房费我们也帮您免单了，这样处理您看可以吗？行吧，老板还算明事理。我们也就不计较了。谢谢女士的理解。您把衣服放到玄关处，就会有专人来处理。如果你们想打车的话，门口的礼宾部同事可以帮你们打到车。行吧，看在老板的面子上，不跟你们计较。薛师姐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祝您心情愉快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春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当着外人的面这么不给亲戚们好脸啊？姨父，小孩子分不清对错。大人更要以身示范，球球把人家衣服弄脏了，就是要道歉的。您，哎呀，老方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这么多人没面子的。哎呀，老外，赔一个晚上房费啊，那么多。哎，他衣服脏了，脱下来妈妈给他洗好嘞。妈妈不是这个理的，我们做酒店的，靠的就是口碑还有服务，我们想让所有的人在我们这儿住得舒心愉快。哎呀，您跟我说成欢又孝顺又听话啊，把我训成孙子就算了，连你这个亲妈也训，跟大人说话呀吹鼻子上眼的，这么强势，我都替你心疼啊。哎呦，您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姨父，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知道很不容易，我拿出了我100%的诚意来接待你们。但如果你是这样是非不分，还挑拨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，那不要怪我跟你们划分界限。哎，你这不，麦成欢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，如果你们想继续住下去的话，请遵守酒店的规矩；如果不愿意，那今日的房费我也不帮你们续了，请便。不是撵人了不是？啊，我们好不容易来一回，还不让我们在这住了？你要我们走了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好好的。二叔，小姨。哎，方大。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小丹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那个程帆叫我过来聊一些工作的事儿。怎么了这是？方总，我在花园等你。哎呀，方达呀，麦成欢呐，刚才差点就把我们赶走了，赶出门了啊！跟这种人合作，你慎重点吧。哎呀，你不要跟他合作了。二叔，二叔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咱大老远过来的，是来开心的，来玩的，不是来吵架的，对不对？不要因为这点小事伤和气嘛。这样。我叫辆车，再找个导游陪你们一块逛一逛，好好玩一玩，开心开心。好呀好呀，啊，小姨你也去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方达，谢谢啊。你看方达，这可以。哎呦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快快去吃早饭，准饭肚子还饿着呢，快快去吧。走，姐姐，姐姐，走。他们走了，吃早饭去了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刚刚让你看笑话。哎。没什么，那个老人家思维转不过来，很正常。啊，那个合作方案你看了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我都看过了，然后你们回血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。虽然是初创，但是小有名气，你们设计的方案还有审美，我都觉得挺棒的。所以对于这次的合作，我还挺放心的。所以酒店评选对我来说尤为的重要，如果我们能被选上的话，相当于是媒体还有客户对我们的双重认可，而且一旦选上，我们的首页就是新安里，那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新安里。我把方案又改了一下，好，已经画好了。
喝一罐。慢走，慢走。老板，他就是麦承欢。我不是故意要告诉他的，是他整天到晚的堵着我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你干嘛去？找张子玉，你陪李总去打球。我来探店不行吗？张子玉，我第一天认识你。对啊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但你该知道，你越是这样瞒着我，我越好奇这麦承欢到底是什么。我要在兴安里找工作。你疯了？别来这捣乱啊！我没有捣乱。那如果姐姐有过人之处啊，那说明你眼光好。我不光要向他学习，我还输得心服口服。但如果不是，我要跟他一较高下。哎，行了，喂，你还真是效率啊！我看着没什么问题，我直接签吧。那太好了，来，给你笔。Hello， 麦总你好，我来求职的，方便吗？方便，方便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是？张子玉，跟我走。干什么？没看到我在忙吗？求职呢。介绍一下，张子玉，她是张北辰的女儿，我是她海外监护人。哦，她就是那天在警局给你打电话。你好，我叫张子玉，目前就读于瑞士酒店管理学院。我比较擅长文案公关和粉丝运营，现在呢也是一个旅行博主，有23万粉丝了，可谓是专业对口、能力出众、不可多得的00后新鲜血液。看着挺不错的。哎，你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？哦，这位是回雪婚庆公司的负责人方达。你好，你好。那个，我的名片。好。啊，其实我跟承欢从小就认识，算是半个老乡。哦，青梅竹马。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子玉，张子玉是吧？那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但如果你想应聘的话，你需要投简历走流程，西安里的官网会有指引介绍，你可以去看一看。这么麻烦呀？对的。不会是因为我妈的原因你才不收我的吧？是不是她到处吐槽我，说我坏话？哎，我可不是这样的，我上进努力的。张子玉，你那账号就是兴趣爱好，工作是要讲专业的地方。别说我行不行？我不是小孩了。是这样的，子玉，所有人想来兴安里工作都必须投简历走流程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不是介意你的身份，我也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。刚刚我听你的自我介绍，你有20多万粉丝，那很厉害啊，肯定有过人之处。如果你真的想来兴安里工作的话，下次面试的时候带上你的方案，让我好好的了解你。还有，我希望你可以清楚你为什么来兴安里，以及你想要什么？好，没问题。走了，杨志明。哎。张子玉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再来这捣乱，马上给我回家。哎呀，我刚刚这么搂着你，我看人家脸皮子都不带抬一下的，根本就不在乎你啊。杨志明，你是不是单相思？是不是单相思？就是单相思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回来了，那么重，疼死！好，姐，妈妈做的甜品你要不要吃啊？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回来，回来了。妈，你这腿怎么了？今天陪你大姨他们一家逛了一天，还帮着带孩子，累着了。哎呀，年纪不饶人呐。
明天我是去不动了。去不动就不要去了嘛。欢欢，我在想你明天要不要陪他们去玩玩，到海洋馆，这样也能缓和缓和关系嘛，好吧？我明天没时间。啊啊，没事，欢欢去不了，我去，我去啊，我陪他们去。哎呀，你别耍啰嗦，你这没点事儿，你去。哎，欢欢，妈妈跟你说，你大姨很疼你的。你看他现在年纪大了，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说你又忙成这个样子，见了面吧还弄得有点不开心，这有点不太好，所以我在想你们，你妈妈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知道大爷对我好，我如果今天不是看在大爷的面子上，我估计我就跟他们急了。哎呀，不能急。行，你今天跟我说的我知道了，过两天有时间的话我带他们出去玩好吧，但是明天真的不行，酒店呢有酒店的规章制度，我请不了假的。你看这工作电话又来了。哎，林总。对对对对，嗯，阿姨，正好海洋馆我有朋友在，可以给你们弄些 VIP 票。哎呀，姚总啊，这我们家里亲戚的事儿，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？都住一块了，别说两家话了。就是啊，别说两家话了。谢谢你啊，明明，真好。哎呀，真好。妈妈。啊。姐姐现在工作性质不一样，周末是她最忙的时候。哎，你去。真好了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小左啊，你小时候是你大姨大姨夫帮你带大的，还有你那个表哥方杰对你也很好，这关系多好啊！报恩的时候到了，好好表现，孩子。啊，不过你做事说话不要跟你姐姐那样那么生硬，知道吧？人家会不高兴的。要细致，要入微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去就是了。我走，还要面带微笑。啊，面带微笑，眼睛里面充满着温柔，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。哎呀，还有他们上厕所什么，你们多跟着的啊。他们饿了，你给他找吃的，要买好吃一点的，贵一点的，别太便宜，听到没有？水带上水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是啊，亲戚很烦，工作也很烦，怎么作为成年人这么多烦心事儿？等我一下。来一口，浇浇愁。你怎么样？跟我们住在一起还习惯吗？挺好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其实我觉得，人生一世，许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。如果改变不了，不妨换个角度，万一会有惊喜呢？慢点。就是没有深陷其中，所以才说出这么轻松的话。其实我是觉得这就像个围城，里面的人想出去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那为什么我不能是外面那个想进来的人呢？房子是你的，钥匙也是你的，你想进来谁敢拦你？
好好好，麦总这么说，是吧？走，带你兜风。行了，你也别开车了，今天换我带你去兜真正的风。走。小枣，怎么了？生病了？哎呀，最近熬夜赶单子，有点感冒，没事儿。那我过去看看你吧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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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是丁丁的探视日，我想带他出去玩，你有时间吗？抱歉啊，萌萌，妈妈交给我个任务，让我陪亲近的孩子一起去海洋馆。哦，巧了。丁丁就是说他想去海洋馆，那要不我们一起吧？两个孩子还能有个伴。那好啊，明天早上我过去接你们。好。你吃了药，赶紧休息啊。好啊。嗯，拜拜。拜。小朋友，可不可以跟哥哥换个位置坐这好不好？你是叔叔。那能不能跟叔叔换个位置啊？叔叔跟姐姐是一起的。我要和漂亮姐姐坐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就分着坐吧。那我可以坐在这儿吗？嗯，可以。谢谢。姐姐你好漂亮哦。你也很帅。你是上海的吗？人小鬼大。我是，你呢？我也是上海的。那你是哪个区的？我是黄浦区的。你是哪个区的？你猜。你是？哎，小朋友，你看前面那个小妹妹，也有跟你一样的强，她的泡泡比你多哎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哦。嗯，去前面。慢点啊。我等会儿再回来啊。好。没有等会儿了，快快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坐到我裙子了。不好意思啊。骗小孩挺有一套的。我哪有骗他，我是在帮他。前面有个小妹妹，这样他也能过去跟他一起玩，凑成一对了。哦，所以妖纵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吧？我小时候很惨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会你小时候这样吧？对啊，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受欢迎了，怎么了？我就知道，就是那方什么的，对吧？他老说你们青梅竹马的。方达，拜托你脑回路真的是，我小时候都没有见过他几次，我长大更不记得他是什么样子了。再说了，我也看不上他。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跟我有关系了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跟上次一样在开玩笑？这次是认真的，做我女朋友。认真的？怎么能证明你是认真的？怎么证明？姚志明，你可真怂啊！清晰记得，人们都在低语说着霓虹，在你眼中闪烁，你
也证实了。经过梧桐树花开了，听着被打掉莫扎的人潮擦肩而过。城市流转明媚传说，只是那味道也金萨克，心里却是甜。怎么还不回来？这么晚了。哎呀，他现在是一家大酒店的老板，当然忙了。哎，今天姚志明说了一句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什么？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什么的。哎，他把我们当一家人了。本来就有亲戚关系，现在你看又住在一起，当然是一家人了。倒也是啊。哎，哎呦嘿，哎呦，你等下再打打，我睡觉去了。啊，你去吧。小点声，爸妈睡了。姚志明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们两个的事情，先别告诉我爸妈了。为什么？你刚不很主动的吗？哎，不是，因为我们家最近来亲戚了嘛，我妈妈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她还挺累的。我想等过了这段时间，找一个契机再跟她说吧。好，听你的。走。嗯，哎，老梅，楼下好像有声音哎，估计是航航回来了。嗯，更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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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来越。
一起上班。不安全，刘女士一早就要去抢菜。那早上五点，够安全了吧？起不来，姚总你自己去吧。傻子，大傻子。心情吧。哎，又要干嘛？我想你了。别拜拜啊！姚志明，这个大傻子。我的意思是说。明天早上五点见。OK。怎么阳台上有声音啊？老鼠怎么跑到阳台上去了？它干嘛呀？明天买点老鼠药，把毒死它。哎，明天你去买啊，听到没？小孩好累啊，但好在今天有你陪着我，要不我真的不行。丁丁性格挺好的，已经算是很好带了。我感觉现在小孩玩的可比我们小时候玩的多。迪迦，迪迦，这是鱼儿们，他们在给你打招呼呢。我也要玩。迪迦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先问问迪迦想不想跟你玩，让我玩一会儿。是啊，受伤了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妈妈，他欺负我。哦，那抢你玩具是不是？球球，把迪迦还给迪迦。别打架呀，你们！哎呦，给球球玩儿啊，跟孩子较什么劲啊？你们再买一个不就完了吗？小孩就能抢别人玩具啊？你凭什么我们都得给你啊？你自己给他买一个呀？不就是个玩具吗？至于吗？我们大老远过来玩的，你们就不能让让我们啊？
你跟麦晨早是亲戚，我跟你熟吗？凭什么要让你啊？行了，别哭了。畜生，你吓唬孩子干什么？麦晨嫂，你从小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呵，现在长大了，当律师了，了不起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用不着你来管我怎么教孩子。你放尊重。好呀，你小心啊，我把你小时候那些黑料都抖出来，告诉你全家。好，你不说我看不起你，来。哼什么哼呀！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！来，爸爸看看。哎呦，走吧，走吧，丁丁，好不好？走吧，走。不哭了，自己玩啊。哎，老板，咱们集团财报看了吗？整个华东区只有咱们波迪切利上载。干嘛这么没精打采的？昨天晚上熬夜了？起太早了，困。起得早？啥酒吗？麦总，忙完了吗？要不要姚总请你吃个午饭呀？我这一大堆事儿还没做完呢，晚上好不好呀？那中午要好好吃饭啊。小枣舅舅，我是不是一定要分享给其他小朋友才是乖孩子啊？当然不是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，但如果没有更多的话当然可以不分享。玲玲同学，小枣舅舅跟你保证，明天你的奥特曼一定能恢复能量。谢谢小枣舅舅。行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开心心的吃东西了吧。来，小枣舅舅先喝。行，既然丁丁同学愿意跟小枣舅舅分享，那我们就再开一个，干杯！干杯！你们两个呀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我感觉我这个当妈的好多余哦。丁丁同学，看来我们的毛毛同学吃醋了。啊。真好吃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你带丁丁再玩会儿吧，我先回家一趟。啊。郑华呀，客房部的培训计划还有公关部的方案已经发给你邮箱了。我看到了崔叔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先这样弄吧。好的好的，辛苦了啊。麦总，我们先回宿舍休息了。快回去休息吧，辛苦了啊。不是答应我好好吃饭吗？不是说好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了吗？我要不来，你就真打算吃一个三明治？没有，我这不工作呢吗？最近家里有亲戚来了，一时没分出神。不许解释。都是姚总给我带的，够丰盛的。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，第一次约会是这样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倒是给我一个浪漫约会的机会啊！每天心里全是工作。哎，不过也怪我，太早托付真心了，弄得现在我的世界里全是你。你这种鬼话跟谁学的？干嘛？我上网看的呀。恋爱大全吗？没什么好笑。
姚总，以后还是少上网吧。我觉得你本来的样子就已经很好了。妈，来嘛，怎么了？阿玉，今天你来评评理。小枣为了一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，把我们家球球弄得是哇哇大哭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小枣，让你带表哥和球球出去玩，那反而球球哭着回来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来和大家说说清楚。小枣，妈妈，是球球有错在先，我让他勇于承认错误。那是我的儿子，要你管啊？方杰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小枣，你是叔叔哎，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，快道个歉。不用不用的，都是一家子，没那么严重啊。小枣，快道个歉呀。请相信自己。